我们从那个五股过来的，我们从新北市五股区这边过来的。然后我是在 IG 上面看到这边，然后就觉得这个花很漂亮，然后就过来这边看看。这是第一次来。我们水甲葵花到今年已经栽种第六年哈，每年都盛况哦，都很盛况哈。每年都有200,000人来这边来那个参观观赏的花况哈。那今年我们预定在2月28号哈，礼拜基金来盛大来开幕哈。那开幕哈除了有全国的写生比赛，我们还有学甲之美的摄影比赛另外我们还有搭配我们学甲的鲷鱼哈，也就是鲷鱼风味餐，总计有180桌这是在2月28号开幕当天另外我们还有邀请台南市民族管弦乐团顽皮世界的一些表演，还有学校的表演哈。那在3月16号我们也安排一些像街头艺人，像一些艺术团像一些魔术团也都来这边参与哈。咱希望吼，咱各位咱全国的朋友吼会当做伙来阮家吼甲阮指导，甲阮加油吼阮今年的花况吼现在吼来看拄啊好吼我们除了主葵花之外阮嘛阁有其他吼一挂迄个像小麦啦、红李啦、那鼠尾草来做搭配吼伫遮赶快兴奋来邀请吼咱全国的好朋友吼。会当小招吼，2月28号来搞阮客家吼，来搞阮客家来参加咱这个迄个开幕活动吼有全新的花框全新的舞台全新的表演吼盛况可期吼这个花框吼这个花期可以维持1个月吼1个月吼阮这个地点是伫咱客家区的迄个光华里活动中心遮吼。希望各位吼会当小招小撮来阮客家遮吼来观赏阮的五葵花。